谢谢猴哥，今天无敌了吗？别送飞机了，跟你说别送了，别送了，还得送飞机，不要不要送飞机了，别送了，一会儿中午再送。还有抽奖，我将为你。点烟，太高了啊！我怎么呀？来来来来，闪现抓！小黄子，二级跟我剑圣打，看你的吧！一会儿二级抓人是吧？啊？我怎么感觉那努努红没了呢？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我感觉你红没了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别找了，那人搁上路让我杀了。找什么找？这么早呀？早呀！猴哥，合成秘籍是啥？不知道啊。合成秘籍，哎，那些跟我们没关系，那些东西吧。我有皮海，你有吗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我也不知道那合成秘籍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你只要记住，我们每天过个3S就可以了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19号那天我们应该是不播的啊，我自己搞一点，我把它过个3S。也没多钱，花个几万块吧。绝对不要坐等胜利的到来。就当我们买一手，给大家来10个双倍卡。干嘛呢？看不起家人们，不是看不起家人们。那天没办法播了，家人们。看着吧。我生了啊！痛的教训，你马上死了，我生了你死了，明白吗？嘿哎！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剑圣在开大招的时候啊，很难就是W技能能放出来，因为他跑得太快了，我不知道那个防御塔到底什么时候打着我。失败了呢，我们其实已经有点无敌了，这是没用的，该我了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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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边我有鞋，他没鞋。先来个狂战士境界。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送一个养猪，算了吧。现在有点贵，400块了，不送了。这把我决定一次不死。并且超神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错过了吗？剑刃与肉身。坐等胜利的到来。天机，妖精没了。妖精如果来的话，就让他杀，没关系。我们先回家了，无敌了。19号干啥？没跟你说拍广告吗？青阳透心凉，心飞扬可以击穿顽石。开始吧。我先扎个小黄毛，干啥呢？这啥意思啊？打下挂机呗，行，开了吧。拿下！没开预言的吧？是不是？给你们来个五杀预言吧，这把差不多了。
这妖精还挺狠呗。我将为你。别的咱不说，就这妖精今天是必死的。别着急出去啊，等他把 W 采用了的啊。追不上，跑得有点快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这个不好抓，咱们还是去下路杀小黄毛吧。这个是真小丑吗？还是这个呢？嘿，哎，唰！这妖精真是的，这都不上来吗？哇，你可是妖精哎！小黄毛在这干嘛呢？哎呦啊，他居然知道我在这里！是最强大的敌人。我可能要够呛啊！哎，给我杀了！哎、呀，这人呢？人有点多呀。快来，机器人！机器人！机器人！机器人的位置。机器人送啊！机器人送一波先，让他们下来，来！我先闪一手啊！嘿！哎呦！这是假的呀！我不知道这是假的呀。专业打假。有真的不抠，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呀，谁知道是真的？就好比你想，你看啊，有些时候，你比如说你吃了个巧克力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屎，你说你能吃吗？你肯定不能吃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它是巧克力，没想到它是一坨屎。一刀，抓！哎，野我没想到啊！无极之刀在我内心延续。咱先不上，回家吸蓝刀了。这个妖精不好杀的话，我们就等一等，不急啊。
这波可以打。一刀，两刀，小丑上哪去了？一个。黄人死了是吗？我将。抽错人了，抽剑魔身上了。不好意思，抽错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哇！那努努有个 Q 带个惩戒都没那啥呀，都没抢啊，都没抢下来呀。这把20比25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，兄弟们，别的就不说了，这把五杀我已经拿下了啊。就这种军事角有一点小优啊，但不优，还不是特别优的这种，就特别的好。怀疑是最强大的。嘿，剑魔是我爹。剑魔乱皮已经了，真不敢啊！啊，真不敢、啊。就这还五杀，怎么的呢？不行吗？最近这鱼丸系统有点问题，但你们不要在意啊，你们自己玩你们的就可以了。听说是有人洗鱼丸啊，我他妈的，我听说个洗钱的，我没听说个洗鱼丸的，还洗这玩意儿了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敌人虽重，一击皆斩。无极之道，在我内心。洗了鱼丸下锅吗？下锅。现在剑魔有点猛啊，剑魔，剑魔俺们有点惹不起了，剑魔。来打架，打架，打架，打，来打，来打，对，来打，嘿，哎，闪现。哇，转 Q！ 接着啊，我将你。大龙打了吧。
通常剑圣的五杀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五个 Q。非常的简单。可恶的妖精，我没想到他俩居然敢过来，关键是最后一秒咋没回去呢？最后一秒为啥没回去呀？简直是可恶，我就差0.1秒，好像我就其实我刚才那波能把他们全杀了，我如果先 Q 妖精的话，一刀那妖精就直接就死，当然他有可能会隐身。哇、wow! 那是假的吧，那是假的。怀疑是最强的，跟我上来 g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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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冲，往上冲，松松，你还敢回来？吃我一刀！没人了，还有谁？这么狠的一个剑圣。假的，啊，真的。在我内心延续。这么可爱的一个机器人，就想看看龙，就被你们打成这个样，还有王法吗？啊，还有法律吗？我杀！抓抓抓！别闪躲了！没事，当我出了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。就没有砍不动的人了。斜着换绿叉，有道理。一会儿呢，钱不够。有道理啊，有道理。588，620，我也不差那点移动速度，来吧，100%暴击。先换个黄叉呢。敢野我，一刀，就你叫剑魔呀，安德米喷塔克，
你以为我打不动你？你知道这个装备叫什么吗？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。拿下！给你们结个账。哥哥。啊。